泰国 Vita 为他牌豆奶奶茶开箱试喝。这款泰式奶茶加的不是牛奶，也不是炼乳，加的是豆奶，喝起来我猜可能有点像豆浆红茶。听说这是泰国必买商品，但是我去泰国是没有看到啊，到底好不好喝嘞？在台中大买家购入，一瓶24块。看起来很浓稠，我们可以倒出来看看。好浓哦！是不是要加点冰块？倒出来颜色很深，感觉好像应该要加冰块。喝起来我觉得有点太甜了，然后有人说喝起来有药味，好像踩到雷了。只能说这款豆奶红茶实在是好难喝，喝不下去。台湾的豆浆红茶有的很好喝，但它的口感完全跟台湾的不一样。然后鲜奶茶整个大胜它，不过还是可以去喝喝看，说不定你们会觉得很好喝。